家那个快熟了，赶紧给我回来看看。别着急，咱现在就走，走。其实吧，这个事情吧，你不要着急，主要家注意消毒就可以了。我叫范世超，今年26岁，来自于农爱县三宝乡。我毕业于吉林省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，毕业之后呢，我就与猪结下了不解之缘，直接工作于猪场。 我在猪场一干就是整整7年，最后呢，我也做到了猪场厂长的职位。我当时厂子的规模是1000头母猪，60多工人。我相信1000头母猪我都能照顾得好，何况说我的媳妇呢？这些年呢，一直在和猪打交道，现在在一家上市企业上班，主要负责农安猪饲料的技术服务，年薪大概在10万左右。大家可别小瞧了猪饲料。 母猪在产前产后吃的，都要比女人怀孕期间吃的还要复杂。你刚才在放短片的时候，我就看着小二已经遛着猪，已经遛了4-5圈了。你确认是小二遛猪吗？我也不敢确定是小二遛猪。只要他还遛着就好，没事，兄弟。等一会儿万一要端上一碗红烧肉来，你也要心理准备。 二哥，别吃啊！陈亮好，佳美。